之前去斯里兰卡，然后其实我礼拜日，你有看到留言吗？我礼拜日啊，晚上都会跟你扯到我做什么。有啊有啊。那我们更晚。好像就剩那四台车没开。啊，是的。歪哦。有歪，我就剩那四台。他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都没有做半条路？三七四是明年底才会改的。436，对啊，436。407408，很好，昨天又开过了。谢谢你。所以呢，昨天跑439。昨天跑439，我有记。再开到我家哦。我开到54了。新对待吧。你当那个爬的高架段，那你是就是有条框吗？架条框吗？不用条，就这样原本上去是 OK 的。我说哪位？你先进入到原本。我知道，我不用条框。你知道拍区吗？可以拍区吗？区哦，哇，就全车都拍，哦，全程吗？全车，全线都拍，拍完了。今天要全线拍，
今天全线麦就配合你啊，那个好的骑人车啊。我说 B R G O B L， 全车全线都拍。对，都拍过了。今天没那么多时间，所以不会全身都拍。你知道我为了你，然后调八点半闹钟，为了比较迟到，然后结果我还迟到。其实你可以，你迟到我不是不会怎么样。为什么分期会有分成干系跟湿系？车子太多，因为如果连四系的车如果也安排到三系的号码面，会爆掉。啊？四系应该说这样好了，三系的车很多，如果把四系的车再从三系继续往下排的话，会排不够。你到399那边就已经排不完了，所以干脆直接用新的号码直接重新安排。那305，我之前看留言有人问你说301还有几年，你说20年。对，那火车类的捷运公司通常都给他基本年限40年。其实捷运，然后301已经跑20年。对，所以他还有20年的寿命。那371有几年？啊，37有十年了吗？37，2020减2005，还有10年了。对啊 ，OK 啊，多15年。啊 ，OK 啊 ，OK 啊。那381就是还没10年了。对，还没10年。然后其他高运量都10年。对。其实381部分车已经有10年。因为有些车是2010年出厂，那些十年的车应该都会分配到阿德斯的行业。您说的没错，因为从5/3/5/3/2以后都是在G的。跟你讲，我很希望，我很奇怪，我这人非常的挑，我做 R， 我做 R 一定要301的 ，G 我要做分。没有，超挑的。我坚持旧车原则，啊，走301 ，B L 走321 ，G 走37 ，37 O 没得选。哎，你跟那个什么交通那个有关系吗？弟弟？不是啊，我们是朋友。那你昨天跟谁拍车？我昨天跟一个叫小东的啊，小东的人拍车。你搜寻捷运。捷运铁道实况台就可以找得到他。小东。哎，其实如果全程车，然后坐区间，其实全程车也没关系，可是你坐区间车，坐区间转就好。所以可以吗？等下拍区间可以吗？我不想拍全程，全程我不是，我不想要让你坐全程。啊。我是说，全程的车进站对不对？我们就坐区间的路段。哎，然后到北投站下。哦，好了，那等一下就随便一台301来就上去吧。然后回来了，然后拍完那个新北投吧。对，我们坐381。381，可是我就不太想拍381。我很久没坐到381了。381哦。哎，381很难得跑上山。我之前看很多影片。381都跑徐州站。没有，我给你的班表里面，你自己看101到114，很多381的车。16辆啊。很多。东门这边吗？对，看到没有？后面。东门是右侧开门吧？对，右侧开门。等一下我要转向，等它减速啊。我直接跟你讲一下好了。O 的开门比较频繁，以上行为准。O 01是看那个从哪边出车是哪一车看的。
欧零二的话是左侧，欧零三右侧，欧零四左侧，欧零五也是左侧，欧零六右侧，然后欧零七到欧二十一到欧五十四全都是左侧。好，欧五啊，欧五三一个是右侧，一个是左侧。上行左侧，下行右侧。可以直接出左侧。好啊，拜拜。哎，没有，看一下我。你就记得，我只要转哪边就是哪一边开门。刚刚乱摇那小红，我觉得小红刚刚有点。一起开了。因为其实我在那个方向盘那边，然后他的饮料也开了。他有跟我授权过，所以他说有一些片，他想从我这边抓过去。宣传一下。啊，那交通小丁丁呢？他国三，国二，差一岁还好。我先找位置，然后没东西。嗯。那我出来只要为了用手拿过一段时间，这样才知道我的那个特技在哪。尽量问吧，你要在影片，你要怎么问我，我是没关系的。啊，你不要在那种太久，我那个发很久的影片回留言就好了，因为我还要翻。很好，105秒后到站。没那么快，要车子来我才能讲。等我还要拍车哈。可以上车。好。月台列车往泸州。下班了，我不会拍他。我很维护世界肖像权。你拍摄拍几年？啊？你拍摄一年了。我2018年拍的。开慢一点啊，在震动。应该去问行控中心。我跟你讲，这部影片发下去一定会说旁边的有屁。不会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说那个屁孩就是我。是吧？他转弯的样子一定要拍。哦。